湾新埔里发生的江路命案嫌犯陈东家传出要来台湾投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证实，已经接到陈东家亲手写的批，表示愿意对台湾提供协助。不过，立委会强调，台湾之前真侪届提出司法请求、互助请求，拢无得到回应，认为港府只想要杀一人。观众朋友，早上欢迎收看十月二十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去年发生的江路命案嫌犯陈东家传出要来台湾投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证实，已经接到陈东家亲手写的批，表示愿意对台湾提供协助。不过，立委会强调，台湾之前真侪届提出司法互助请求，拢无得到回应，认为港府只想要杀一人。香港男子陈东家去年涉嫌伫咧台湾杀害有新的查某朋友，登记香港了，因为盗用私家信用卡被关，结果给离散出国。十八日港媒报道，陈东家想要来台湾投案，直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证实，已经收到陈东家写给港府的亲笔批。俾我嘅信，主要咧就系话佢已经决定咗系翻台湾。自首，希望特區政府咧為佢提供相關嘅協助，覺得特區政府應該係積極咁同佢去跟進嘅，所以昨天咧已經透過一個工作嘅機制，由香港嘅警務處就發信俾台灣嘅刑事警察局。林鄭講，港府正懷疑執行即項安排對陳東家在台灣涉嫌犯的罪，香港法庭無管下權，香港有關當局也無可能甲陳東家繼續扣押，或者是追訴伊涉嫌在台灣所犯的罪行。但法務部回應，依照政府甲香港媒體報道，香港檢警有調查陳東家疑似在香港有無犯案，無管下權的講法毋是事實。劉偉輝也批評港府推卸責任，想要甲人送來台灣。也讲港府协助投案有其他用心，是我们感到港方是在推卸责任，别具用心，也就是说只想把人送来，却不想追求司法正义。这件命案是反送中运动发生的原因之一。林郑月娥希望就由陈东家投案，但是当有好的结局，因过真侪人批评讲无可能。另外，香港民间团体面店被警方驳回二十几辆大游行，国际上诉也是被驳回。香港人在这段时间是需要发声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应该因为警方不批准，所以我们就不游行。我们决定以个人身份去发起今次的游行，是同香港人同行。大英无赖诉求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是尽力去争取。缅甸副调职人陈浩环宣布二十个以个人身份上街，也因为缅甸调职人郑祖杰最近被攻击受伤流血，群众受到刺激，外加有记二十礼拜有真侪市民以公民抗议的形式上街。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英国的议院召开特别会议，原本是要针对英国首相强生甲欧盟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进行表决，但是议员提出修正案，要将十月三十日脱欧的期限再次延后，结果修正案以322票对306票表决通过。英国拜六日到国会空庭传出反对的声音。老欧派支持者怎样议员阻挡英国首相强生协议的结果，欢喜甲拍波啊喊好。英国国会伫过了37年伫咧拜六开会，比较做超级礼拜六的会议，原本定下昼2:30要表决强生的脱欧协议，
结果前保守党议员赖德温提修正动议，下议院议员以322票赞成、306票反对通过。也就是讲，强生的新脱欧协议拢要为上台表决，就被撇爱蒂罕和阿明要求延后十月31的脱欧期限到2020年1月31日。强生虽然果受到挫败，但果态度正强，讲绝对无可能向阿明请求延后脱欧。这礼拜会搁再一次把协议交付国会表决，和脱欧的事情是变数正多。I continue in the very strong belief that the best thing for the UK and for the whole of Europe is for us to leave with this new deal on October the 31st. And to anticipate the questions that are coming from the benches opposite, I will not negotiate a delay with the EU. And neither does the law compel me to do so. 澳门执委会发言人安德瑞华在咧推特讲，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结果代表英国政府无表决脱欧协议，所以就要赶紧通知澳门，英国后一步要怎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自由时报，为了让行人更加优先的交通环境，交通部修正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当中有关车道、机车道和人行道的跨度规定，让大路边就算不能设置人行道，至少也有空间会当画在飘线型的人行道。联合报，2019亚洲棒球锦标赛，中华队昨伫投手甲打击手拢有精彩的表现，最后以10-2打败中国队，将伫今日暗时甲日本队拼冠军。同时嘛，取得明年3月举行的东京奥运6-1资格赛门票。中国时报，已经开30年的中高雄汉王饭店正式受到一地一休以及年改方案的影响，人事成本增加。餐饮部将对明年的1月18日开始停止营业，明年5月28日后再考虑是不是要重新营业。另外，伫桂林饭店的部分是照常营业，但是因为中国的旅客减少，影响到大房率。来关心医疗消息。之前我们有报道过市面上的胃药啊可能含致癌物的成分，食药署也来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总共有23项420批的药品无合格，含一个月内要全部回收，若无上当会罚10万元。胃食道逆流，即位服侍定，一定搞定。陈医师讲过，一直讲过讲，若是胃一呛酸，只要食一粒即位服侍定，就发到改善。不过胃药啊，疑似含有致癌物质的代志，这个风波已经一个月啊。食药署要求业者必须在10月18日之前提交自主检验报告。结果有23项420批药品依然无合格，必须在一个月内底回收。其中就包括即位服侍定，业者是决定以后全面停卖。保护这个民众用药安全的立场，哈，他即位服饰的产品全部通通自主回收，哈，然后以后市面上不会再有即位服饰这个产品。食药署讲，胃药使用的雷尼替丁原料药被检出着感染物质恩雅硝基二甲胺，简称 NDMA。顶个月已经要求全台38项含有这个成分的药品进行预防性回收，但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才获得重新搁再卖。食药署也提醒，市面上要其他应代替药物，民众用药未受影响。那这类胃酸的药的话，其实的话有很多可以替代，所以不需要担心。好，这类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胃酸不要能够分泌，这样子不会造成一些火烧性的一些情形出现。食药署强调 ，NDMA 不是业者挑工产的，三星的原因也在调查，国际间也继续在调查中。另外，正伫咧食药的民众，千万唔通家己就安尼就停药啊，以免影响疾病的治疗。建议沿到社区的药局去问看卖，或者是回诊的时阵，请医师开其他适当药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台湾同款受到东北风影响，桃园以北甲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继续咱来看最新的温度。今日受到东北风影响，桃园以北甲宜兰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以山区、嘉南、北海岸落雨的几率较悬。花东地区毛可能会落短暂阵雨，新竹以南是多云好天。明仔水气减少，落雨的几率降低，各地大部分拢是稳定的好天气。
另外，中度风台湾熊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在关岛附近日前形成今年第21号轻度风台伯罗伊，现在离台湾还阁真远，短时间内对台湾暂时无影响。来看到高雄市有一个患者确诊是境外移入出门的个案，不过这位患者既然阁去公共场所唱歌，结果传染给两个人。这波群组感染总共有76个人跟患者接触过，卫生单位会继续追踪，卖划这个暗坎疫情调查患者6班至30班。来到检测站检测，敢有发烧、烧顶顶的状况？这是去年虎航空服人员爆发的麻疹、群聚感染了后，高雄扩大追踪的状况。但是最近高雄阁出现着群聚感染，主要是一名捌伫咧柬埔寨做工过的男子感染着麻疹，说无老实讲，伊捌接触过的对象。10月14号这边，刚是单日接获2例的一个通报个案，疑似麻疹。那经过我们疫调之后呢，却发现这两位通报个案曾经在10月2号与郭姓的这位个案呢有过接触。这名男子6月到9月去柬埔寨，月底出现发烧的状况，10月底才确定是麻疹，但是伫咧调查的时阵，伊煞无讲过伊捌甲4个朋友去 KTV 唱歌，等到4个人当中有2个人确定是得麻疹了后，卫生单位来比对才确定。在一开始，那这个郭姓的指标个案这一位境外入个案。有确实的去叙述到他的一个旅游史还有接触史的时候呢，基本上这76名的一个接触者是可以免于这个被监控的这个风险。这名病患现在已经好了，不过因为温暖的部分，予接触着麻疹患者的人增加到76个人，会面临着6万到30万块的罚金。而这次的群聚感染嘛，会追踪到11月初为止。卫生局提醒，麻疹的传染率是真高，只要确定要去到流行区，应该要家己自费来接种疫苗。若是确诊，嘛要落实着自我的健康管理。记者王刘婷丹、显坤高雄报道。选举新闻，总统蔡英文礼拜拼选举行程，第二天下晡去云林虎尾视察前瞻基础建设，针对外界问伊港女命案的嫌犯按算要来台湾投案的问题，蔡英文是强调司法互助的重要性。来到云林虎尾，总统蔡英文头一站参观的是前瞻水域环境计划下的虎尾糖厂酒精所，面对外界关心的台美关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无要访问美国的问题，总统蔡英文除了强调台美关系密切，也讲诚侪一个总统参选人，无论是亚太也是国际政治，拢应该要有够认识甲想法。访美跟他的这个总统的竞选啊，是好是坏，他有自己的评估了哈。那但是呢，不管有没有访美了哈，那任何一个参选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人哈。对于区域的情势，还有跟我们主要友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的议题啊，都必须要熟悉，而且要有一些清楚的立场的表达哈，而不是含糊一堆。2018年底的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香港女性命案，陈同佳讲愿意来台湾自首投案。总统蔡英文对此态度是保留，只是强调台湾司法互助互信的重要性。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进行这个案件的处理或者审判啊，双方之间的司法互助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毕竟这个案子跨越了两个管辖权的区域。总统蔡英文下晡在中部，早起时参加总统府头前的龙班大三线艺术季开读来山日，宣布大三线艺术季即日开始，要打造客家文艺复兴。选前进入最后84天，总统蔡英文假日南北一直走，早起是伫北部伫催客家票，下晡是来到观音观农业大观，关心观光加农业活动，拼政绩嘛要拼人气。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拜六规天拢伫台南，针对一日一休，韩国瑜批评民进党影响头家加劳工权益。另外，韩国瑜也因为距离大选的时间上晚，取消美国访问的行程，目前打算请太太李家芬先代替伊去美国。
看到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出现，支持民众化当选。拜六暗时，韩国瑜将在台南南区水票温公园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会场 Q 币大湾印有韩国瑜相片搭配孙仁凯书四个字的口舌海报，志工赶紧提掉。不过这个插曲无影响韩国瑜的心情，同款在台南行透透。也会叫蔡英文总统问伊无爱一日一休，感觉是爱一礼拜休一天的手机。卡了老板的喉咙，饿了劳工的肚子。那蔡英文总统掌握了立法院的过半数，还不能够苦民所苦，好好去思考一下如何把它修正吗？还倒过来指责反对党我，这不是很怪异吗？韩国瑜批评，一日一休损害头家甲劳工的权益，政府无检讨点都怪异，非常的奇怪。即美国行促销，一度被外界形容是闹亏。韩国瑜也再次解释，是为了长期来算，佮表示甲美国沟通顺畅，希望有些因素唔通生言生气。而且太太李嘉芬也有可能代替伊访问美国，甲侨胞见面。明年1月11号选完之后，有机会我会立刻安排美国之行，讲得非常的清楚，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理解我所表述的，不要再附加一些不必要的酸言酸语。还没有，一切都还没有安排好，所以我在想，如果有确定的话，一定会跟各位报告。那我也会全力配合，就是所有人的安排的行程。但因为现在目前都还没有确定。除了韩国瑜打拼冲选举，李嘉芬也无停落脚步，下昼唔难惊放心着参加客家妇女奥运会、妇女志工奥运会成立大会，也甲市民座谈。短短四点钟，影片新竹县市，媒体红赛争取更加侪的领导。记者综合报道。外送平台 Uber Eats 顶礼拜发生外送员车祸过身的意外，台北市劳动局认为业者甲外送员是劳资关系，不过业者却无主动通报，劳动局嘛依照一案发罚业者300,000。只有20岁外送员被弄到，夹在两台车中不幸死亡。上礼拜13 ，Uber Eats 发生外送员的这个灾害死亡。尽管业者一贯声称双方只是合作伙伴关系，但台北市劳动局劳检确认外送员的工资是 Uber Eats 直接来支付。Uber Eats 就是这个外送员的实际的头家，双方的头家薪劳关系是有确认的。既然 Uber Eats 是实际头家，按照《治安法》第37条，劳工发生死亡的这个灾害，就应该主动通报给劳检机构。严格劳动局指出，事件发生到即阵，从来无收到任何通报记录。严格看者，10月13，这个灾害发生迄天，业者在11点1分就透过媒体对外说明，显见 Uber Eats 知情不报，因此依照《治安法》改罚30,000元。还有工会悲观认为，罚单开出去了后，未来 Uber Eats 不一定会乖乖去缴。Uber Eats 这家公司在台湾，事实上它根本没有一个公司法人，然后它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把每一个地方切开，做不同的断点。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台北市劳动局踏出这一步，那相对的来说，它也非常辛苦，它会承受未来就是业者跟它大量的行政诉讼或者是法律战。Uber 一直讲罚单也未看到正式公文，暂时无得回应。外送员死亡是毋是罚到因和现行争议的承担关系，有机会变做头家薪劳关系？劳动局讲，这个案件也是个案认定，毋是通案。工会呼吁劳动部、经济部这中央部会要出面跟业者来协商，卖予地方政府个别来承受这个压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嘉义布袋盐田是地方的传统产业，每年拢会办下盐节活动。布袋村文化协会特别邀请在地业者做会推广农特产，嘛开放游客体验做盐加各种的活动。家长带着囡仔爬到像你船，也毋过因爬所在其实真正是一个拍盐场。嘉义县布袋镇一年一度的下盐节伫今仔日正式登场，除了有在地农产的市集之外，也有相关的祭宴活动会当体验。还蛮好玩的，怎么说？就觉得小朋友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量的盐，跟第一次知道盐巴的结晶的形成，他们觉得还蛮新奇的。有幸利用这个谢盐祭的这个节日，刚好可以来让学生体验这种卖菜的乐趣，这样。
布袋上洋节目前已经举办十二年，布袋吹捧化协会为了要复兴地方的特色产业，同时祈求来年的修行会当平安顺利，以宗教活动的方式结合地方产业的推广，为布袋的地方创新带来新的发展。有盐的文化，有宗教的文化，还有很多友善大地的摊位在这边，那就是把文化跟产业结合在一起，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盐地保育跟海洋环境是真有密切关系。布袋吹文化协会表示，借着活动的举办，邀请友善农业的农友同齐参与，让正确环境教育观念会当更加简单，让民众参与甲感受。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的参美公路花园，曾经是当地真受欢迎的观光地区。不过，自2010年到去年为止，观光人数减三成。在地协会拼转型举办活动，也规划要办龙好学院，希望突破观光的困境。世界真特殊的狗肉植物排几排，也佫有一挂盆栽种甲真水，这拢是报名参加全国狗肉植物边鉴会的作品。由彰化参美乡农会所举办的边鉴会，今年已经第三届。参赛的作品一年比一年更加多，因为种狗肉植物入门简单，袂少民众到参美公路花园，就是特别要来买狗肉植物。多肉便宜又好照顾啊！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参美公路花园伫咧2010年观光人数也够202万人，但是慢慢啊下降，一直到去年敢若剩139万人。参美公路花园协会表示，唔啦，观光人数下降，连游客消费力也跟着下降，在地业者想要突破现阶段的观光困境，而且向上提升。近年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田尾的观光人潮的锐减，还有消费力的逐渐下降。那尤其我们田尾的业者一直在做积极的转型转变。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是一个贩售我们这个园艺花卉的一个 know how 的这个概念，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园艺相关的一些know how 把它能够去把它累积起来，把它做成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学习这个课程。协会认为，参美公路花园是国内花卉种类技术人才上齐全的所在。今年除了陆续开办相关花卉技术课程，也佮国家证照考试等辅导课程，所以来卖甲遮的专业课程更加系统化整合，规划开办农学学院，要将花卉的知识也佮技术传授予更加侪有兴趣的民众，希望借出突破观光的困境。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政治领袖，进前被西班牙法院判重刑，引起支持者的不满。拜五在巴塞隆纳有超过50万人上街头抗议，立马了后，警察甲民众煞演变成暴力的冲突。示威者甲粪扫箱拖出来，准备冲过路中，有的是对警察来献石头。加泰隆尼亚首府巴塞隆纳拜五暗时真无平静，近百位示威民众甲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抗议西班牙法院针对主张加泰隆尼亚独立的九位领袖同判9年到13年的有期徒刑，骚乱已经进行5天了。外面登来早前历史举行的和平游行活动，有50万群众响应罢工，走上巴塞隆纳街路，拿着加泰隆尼亚旗啊，对法院同判赞成独立的领袖表达不满。La vaga general està per a favor que el que estan fent el país espanyol a nosaltres, una traïdora que tenim ràbia, perquè el que han fet els nostres polítics que estan a la presó, que no tenen culpa de res, que tant merder a ells, a la gent que no tenen, passant els impostos o posant els impostos a nosaltres, que no tenim dret a decidir les coses nostres de Catalunya. A veure, de la situació política catalana no és actual, sinó que ja portem molts anys que no és una situació positiva, segurament perquè els polítics no es posen d'acord amb les necessitats que té el poble català i, evidentment, estic d'acord amb la vaga sempre i quan es faci de manera pacífica.也不过暗时了后，警察开始转向暴力冲突。少年人带着面具，在警察总部附近放火，并且去石头加管啊。警方是用泡棉的枪支，也过烟雾弹加催泪瓦斯来回击，冲突是真激烈。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against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parliamen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nstitutions in Catalonia confirms the strategy of repression and revenge against all the Catalan citizens
who sought democratic ways to make their will possible。当局统计，除了首府巴塞隆纳，加泰隆尼亚境内各地至少有四座城市爆发警民冲突，显示支持独立的群众怒火一点也无减弱的情形。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是认为，推动危险的独立公投本来就是明确的犯罪行为，会增派警力到加泰隆尼亚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东北风影响，桃园以北甲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仔水气减少，落雨的几率降低，各地大部分是晴云好天。继续咱做伙来看今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31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高28度。华东地区上低21度，上高28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咱再会。